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莫。转眼就是十二月啦，你们那里有没有下雪呀？没有也没有关系，我这儿有一位帅哥，让你即便身处热带，也能感受到十冬腊月的严寒。别碰，会烫伤。你不该与我亲近。人为何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？好冷好冷，这么冷的天气就需要甜甜的恋爱来温暖自己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玩这款年度超高分华风乙游《灵猫传》。试玩之前还是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该游戏去年7月首发，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大小3次测试，但 TapTap 评分一直稳定在 9.6 上下，可以说相当难得。我想了想，大概是因为这制作组真心爱自己的游戏，所以官方哪哪都透露着诚意。别的不提，请大家品鉴一下他们的研发 vlog。 开始吧，跟我念，我是沙漠狼海货楚家的大小姐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楚家大小姐有事儿？不是啊，你温柔一点。我是沙漠航海货楚家的大小姐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是沙漠航海货楚家的大小姐，找我有事吗？确实，我曾出过一个《灵猫传》的安利视频，但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们还是回顾下游戏的世界观和男主人设。一句话概括：我在架空古代，一面找爹，一面泡男人，一面养猫的快乐生活。这个快乐是真的快乐，乐到我的嘴角一直和太阳肩并肩。看看这位哥哥，看看他的胸肌、腹肌、人鱼线。久しぶりに見た。そういう問題か。本土排控自然要第一个介绍我的主推靖远侯宁美。我喜欢的类型大家都懂，表面冷傲内里深情的爹系熟男，有钱有权有安全感。听听这台词：你可以愿握上这双手，他掌握无上权柄，可为你开路，护你周全。只是一旦握上这双手，本侯就不允许你放开。救命，我 DNA 动了，我真的好爱这种看我不爽又爱我爱到不行的老傲娇，喝点酒就原形毕露。来，我们一起学侯爷叫，一起喵。如果你觉得我推这种类型太难驾驭，那么请看这位翩翩公子齐清阁，不要被他的儒雅外表迷惑，他可是上京城首富，上广会馆少东家，随随便便一出手就是4万两银票。至理名言，我对钱没有兴趣，只是喜欢赚钱的过程。好家伙，开口就是老凡尔赛了。这样精明温柔的漂亮公子，实乃居家过日子之首选，就是有一点比较麻烦，逛街的时候你得一直牵着他，不然他可能会走丢。怎么现在才来？别家，这不是云秀房吗？要是你不喜欢上面这两位老资本家，我强烈推荐咱上京城第一才子兼时尚达人安哥，和他在一起，你们就是全天下最精致的情侣，琴棋书画、调香插花、美妆穿搭，他样样精通。而且安哥哥十分佛系，性格慵懒又爱撒娇，看着无害的外表，像不像一只金贵优雅的长毛猫？而且还是那种对旁人爱答不理，只对你蹭来蹭去的类型。来，我们一起学鸡叫，一起，安哥，我可以。少阁主，也想尝一尝吗？我也好想尝一尝你的味道。我知道你们都有咪咪小 PTSD， 看到温柔型男主第一反应是警惕白心黑陷阱。哎，其实我也有种微妙的预感。既然如此，给大家安利一支最稳的鼓，优选染系师兄陆之野，红衣马尾小虎牙，专杀年下控。讲着讲着我的牙又开始疼了，元气型男主简直糖分超标，单纯活泼又直球，16真的太直接了，直接的我这个万年书男控都忍不住爬墙，他就像一记正道的光洒在了某些老千层饼的脸上。总之没别的说法，喜欢就是喜欢你。来，我们一起学16脚，一起。小师妹陪着我。小师妹在这做什么？写挺好啊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你看我今日好看吗？小师妹，他喵了一声，是说好对吧？对吧对吧对吧。最后是压轴宝藏男主韩国隐者沈继明，白毛控举起你们的双手冲呀，这种清冷哲仙人的萌点淑女们都懂，弄脏他，玷污他，把他拉下神坛。好啊，被我抓到了。总之沈继明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三无美人，无口无心无表情，跟着他你夏天不仅不用开空调，还可以去他自带的避暑山庄里度假，也不用担心听不到小阿天的声音，因为他叫沈继明，我叫思归，小姑娘好呀。你好牛逼哟。简单了解角色之后，我们就到游戏里试玩一下。主线剧情咱就不推了，主要玩一玩互动界面。他这个触摸系统做的特别有意思，没事我就爱去调戏五个男主。第一个嘛，肯定要摸咱第一霸道总裁。宁北这个例会是真的贵气，瞅瞅这张脸，完美契合古言小说里常用的那个成语"剑眉星目"。今天就从头开始吧。
先摸嘴。哎，我这话是不是有点太变态了？为何突然凑过来？因为我……你不该随意触碰男人的身体。杰大是真的很适合这种高冷声线。摸够了？这才两下哪够，至少200下吧。喜欢这身金鱼？不，其实我就是喜欢你的肉体。按摩？不需要。不，你需要，我说你需要你就需要，你需要全套大保健外加足底按摩。本侯身上的气味很好闻，我自己是感觉不到。没关系，你把我染上你的味道，你就能闻见了。下个摸16吧，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二个年下系男主，我以前真的完全不吃这类型，但16太香了，香得我满地找梯子爬墙。我方才吃了糖，你想不想尝一尝？嗯，我不爱吃糖。不对，我摸他嘴巴，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尝一尝，这意思也就是说，我操，果然年纪越小车速越快。你好香啊！你这句话真的好痴汉呀！要不要去喝酒？同归于尽的那一种。换个词吧，这怎么样？呀，被小仙子摸手手了。真的超级元气，我第一次完全 get 到了年下的萌点。完了，我舒南空的立场都不坚定了。16是我个人体感最好的一个年下系男主，他的设定非常鲜活，特别有那种活泼少年郎的感觉，大部分时候很单纯，偶尔又会有点坏心思。总之年下空一定要吃我这口安利，自己体验一下。不，邓兔子。下个摸咱们的翩翩公子清河吧。清河是那种特别儒雅守礼的类型，很容易被挑逗，但本质又有很撩的一面。他有个约会贼刺激，大概就是女主把他逗急了，他直接来了一句隐形车，靠，我当场爆炸脸红，这反差真的太戳人了。你等着我收拾你的那天。扯远了，继续摸。需要在下站低一点吗？哎呀，你这也太客气了，我建议你顺便闭上眼睛。认穴位，是要在下身上认吗？啊，穴位，我想认认你的天池穴和足五里，可以吗？姑娘要是再动手，在下就……罢了，没什么。对，清河就是这种感觉，看着彬彬有礼，其实很不经挑逗。我估计要是真飙起车来，我这个老司机都得甘拜下风。这，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。下一个安哥哥，安哥哥是真的很会适量行凶，知道自己长得漂亮就狂撒娇，就那种要亲亲，要抱抱，要举得高高，再配合前文清老师性感的声线，杀得我都快贫血了，真的。怎么，安某的唇好摸不好摸？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男人太会了。少阁主，安某好看吗？啊，我美丽的安抚月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男人。既然少阁主对安某如此感兴趣，今晚不如歇在此处。他的策划太多，以至于我一时语塞。我玩安哥线总有种被狐狸精魅到的错觉。少阁主是看低了安某？太会了，这个男人太会了，先主动勾引，再故作生气，好一招欲擒故纵。少阁主，去放风筝否？啊，放风筝？好呀，我想做你的风筝，被你牵在手里，每天送上极乐之巅。因为时长限制，摸我们就先摸到这里。各个男主都还有很多台词没有触发，大家可以去游戏里自行体验。总之，这游戏9.6分，我觉得当之无愧。他的男主人设非常棒，在我心里可以排到前3的地位。我判断的标准很简单，就是能不能让我这种万年总裁控变成奥当。反正《灵猫传》是做到了，虽然我还是主推宁北，但其他4个人我也贼喜欢。上个让我变成奥推的游戏是一哥，所以大家懂的都懂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还是惯例求下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